小朋友们，你好！现在我们来做华文的练习。先拿这本书《华文作业本》，然后去拿铅笔，请打开第16页。你住在哪种房屋？在圆圈里画勾勾，写一写你所住的房屋名称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这个是什么房屋？对了，高脚屋。高脚屋，它的脚长长的，高高的，我们叫做高脚屋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呢，是什么房屋？对了，单层排屋。单层排屋啊，这种房屋呢只有一层楼， cuma ada satu lantai 啊，那我们叫它单层排屋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呢是什么房屋？对了，独立式洋房。再来，独立式洋房啊，这种房屋呢旁边都没有别的房屋了啊，我们叫做独立式洋房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呢是什么房屋？对了，双层排屋。再来，双层排屋啊，这种房屋呢就是有两层楼的啊，我们叫做双层排屋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呢是什么房屋？对了，主屋。主屋啊，主屋呢就是 rumah susun， 像在 Asia Megamas 那边的。接下来这个呢？对了，高级公寓。高级公寓啊，这种房子呢就是 apartment mewah， 像 Cambridge apartment 那个。好，那小朋友们，你们住的是哪种呢？啊，老师住的呢就是双层排屋，那老师把双层排屋画勾勾啊，你们自己看哦，你们住在哪种房屋啊，等下你们画勾勾好吗？好，我住的是啊，如果你们住的是主屋呢，你们在这里写主屋，老师呢住在双层排屋。好，如果你们也是住在双层排屋，你们跟着老师一起写哦。来，先写双横撇点，横撇点，双，然后层
横折，横撇，横横撇折点成，然后排横竖钩提竖横横横竖横横横排，然后横折横撇横撇折点横竖横屋，我住的是双层排屋。好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做好了吗？那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先做到这里啊，小朋友们再见。